形意拳基础教程五行拳专拳的完整示范。 看了专拳的完整示范，下面我们进行分解教学。第一，盖步的专拳练习，预备呈三体式站好。站好后，两手握拳，手心相对，前手心向下，然后向前上步钻。 站稳后，有一个静的时间，重复，先翻手扣腕，两手心相对，向前上步做顺步钻拳，钻一定要从身体的正中间起，正中间部，扣肘关节不要抬，旋小臂，有一个固的度，向前。 盖步钻，站稳后，两手翻腕，向前做钻拳，由下向前上方钻啊，向那个啊贴住对方的胸部，连打带靠带顶，翻手向前。 打，啊，钻，靠，翻手，向前上步，身体不要歪，一定要正。步骤一，结束。 下面进行。 钻拳的教学步骤二：上步竖身钻拳，预备呈三体式站好。上前脚往前上步，同时两手握拳，拳心相对，并根部，脚尖点地，下实上虚，胸空中正。 然后向前上步，钻拳，前脚向前上步，两手同步翻转根部，竖身中正胸空，上步向前做钻拳，肘关节一定对着人体的中线。 不是在肩的前面，向前上后，根部上步钻拳，步骤二结束。